好 ，B 三，慢慢的走，预备，来。啊，降息，降息的意思是什么？降息对不对？而且瑞西都是什么？连贯分工。总统，三，走。那个瑞再高一点，那个点的位置现在是我的手，所以你要再比你想象中再高一点，第三再高一点点，对。那个都不要升，你现在按的是升都的位置了。你要按西要先降过去，不是，你都是对的，西要先后退，因为等一下要降西。从头，我们不是说什么，从头。换到一指堆上去，连弓，好，降咪靠紧，发打开一点，好，降息，腿会有第一把位的降息，对，弓降一定要全弓，不是啊，你现在先下去了啦，下去了，全弓。咪还原咪，从瑞瑞咪，瑞白点瑞超过白点瑞，声发打开，好上去一直收，好二指打开啦，好回去三指瑞。降息，好，一直上去，降咪靠近，好，正常发，打开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，这边上回去一直发，升，退后，升发，升发，好，下去收，很多的弓，好，降息。降息跟拉靠紧不是分开的，收全弓拉推后，好继续下去下弓了，然后后推后发，降咪，降咪啊，四指降咪怎么可能三指是一指？降咪要降咪，不升的，降息要降息，四指拉，然后手空弦拉，降息。打开刀，好上弓啦，然后下弓，好隔壁试试啦，连起来，连起来，都起来，连起来，下弓才对。打开瑞，降咪靠紧。好，上去二指咪还原，上去二指咪，二指上去二指咪。刚才是不是降咪？啥？这是你先按的是不是？上去二指咪。你的一指先放在 瑞 嘛，二指咪打开就是咪啦。好，发，白点一指 瑞 加咪，
隔壁二指降西，全弓拉满好不好？全部的弓，四指收。还原咪，靠紧咪，靠紧，不是跟刚才的发靠紧，跟刚才的发，现在咪要跟刚才的发。好，降咪。瑞咪瑞，靠紧瑞。四指收，四指收。好，退后兜，二指，一指兜，高一点点的兜。好，四指就是发，四指就是发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三指就是瑞兜，一指兜，一指兜。上去三指发，上去，上去，加咪二指咪，发收发四三四五三四三发。没有没有，收不可以跟发靠紧，发收发。好，隔壁二指降西跟拉靠紧，全弓拉满，你没有拉满很难听，拉快点，拉收多的弓，收。上弓收，不要自己自作主张换弓法。收，加咪，好，隔壁西都西，隔壁三指西，打开西，打开都，西都西连起来。好，隔壁四指就是瑞下弓，降西跟拉靠近，降西跟拉靠近。好，现在是不是瑞二指放到这个点的位置的瑞二指上去，对，下弓。好，降咪靠近，全弓拉满，慢没有声音啦，然后发打开。好，回到二指降西，还记得吗？一指拉，二指降西，一指拉，二指才是降西，白点一指拉。你按错弦了吧？最细弦嘛，白点一指拉，二指就是降西。四指就是瑞，隔壁一指就是瑞，瑞，打开咪。身发打开，好，四指收靠紧，好，隔壁一指就是拉了，隔壁一指就是瑞，好，下来一指三指瑞，继续哦，降西要降西。没有要伸手的收，发退后发，降咪要降咪，
没有让你换把位吧？他有换吗？没有啊。从59小节下坑收，第一把位没有叫你换，走。步身发往后勾，降咪四指降咪，降西要降西。二指瑞吧，最居弦上的二指瑞，最初弦的二指瑞，最初弦的，你刚才收是不是一指收？你先放在一指收，你先放在一指收，白点一指收，你按错弦了吧？白，你先给我个白点一指收，你现在是三指收，一指收先按上去。隔壁二指就是 Rain， 走。然后收拉收，通弦收，三四，然后 Rain 一指 Rain， 然后收拉，一指收啊。收啦收，你后面收有三拍，弓要留给他用。二三四，一直白点一直就是 Re， 没有叫你换。一直收，好，不要动，这边叫做泛音，这个叫做泛音，是什么意思？它是 Re， 手放开，四指轻轻的。打开，摸在上面，不要按，就这个音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收，对不对？就过去那条弦就是收了，一样的方法，你自己要手要伸长，伸过去这边，想办法跨过来，懂吗？走，再伸长点，伸长点，收，收。伸长，你自己伸长，因为你我不要帮你弄，因为我帮你弄你会痛，你会不舒服。你的声音，琴要先夹好，你手可以再，甚至你手再出来一点都可以。收，这边是收，再高一点。其他人不要碰，其他人不要碰，只有这个，你其他人碰到没有声音了，懂吗？懂吗？这是收，好，再是瑞瑞手，上上下，好，过去。懂了吗？这叫做泛音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是回来白点一指收，白点一指收按好，这个要按了，因为没有零的，你有没有看到有零的才是那样子啊？这边就是正常的按，啊，西拉收，你的等一下不要动嘛，可以省一点工吗？怎么浪费呢？走、so。